小龟，最近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好物。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很爱吃鸡翅，尤其是小 Yuna。那呢，我发现了这个，烧烤二节翅，然后它是柠檬口味的柠檬鸡翅。上次 Yuna 吃，他觉得很好吃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它其实蛮简单的。如果呢家里有气炸锅的话呢，那当然是最好，因为气炸锅好像烤出来还也蛮 juicy， 但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气炸锅，我们家就是用烤箱这样子。那它是冷冻的食品，要吃之前呢就把它拿出来，就是退，就放冷藏这样子。好，那帮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包装上面是写500克，那帮大家看一下它是几只。这应该也是大约啦，好吧。但烤的时候呢，要把它就是全部都摊开，会全部都摊开会比较烤的均匀。好，15只鸡翅。进烤箱，空碗，哇，鸡翅，空碗，有，美味香甜的鸡翅，来，小朋友，一人一次，小心一点，小心烫烫，你是讲是道士的，快点。你们要亲亲吗？有哪只想吃？小心烫烫哦，有还有。我去拿电风扇来吹。不用拿电风扇。不用吗？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吹风机。好吃哦！最近的爱。我会觉得，我个人的话，我会觉得再烤，这样皮有点脆。哦，要再烤久一点。啊，因为哈，儿子已经到要上课的时，要睡觉的时间了，没办法再给他等，不可以再等了，不然其实我也要，会要考很久。No, 那他自己吃，来，不可以了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妈帮你穿一下衣服，你今天穿什么？有卫生。它内馅蛮烫。内馅。哎，再来。OK。好吃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还是因为想要睡觉了，所以什么都好吃。不要揭穿它。不要揭穿，不可以揭穿。揭穿谁？没事。揭穿我。哎，专心吃哈。看你要吃几只，想吃几只就吃几只。你的家就是我家，全家就是我家。哇，大家唱一唱，费劲。那，总共15只，我觉得一个家这样子，大家一起分着吃。就吃个点心还不错，这个肉肉不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买几只就会那个送八只吗？哪一家你可以跟我讲？因为我们一梯啊。哦。他很厉害，他都记得哦。我有记性。以后继承我的衣钵，去当医生好了。等下一个你喝。肉呢？另外帮他把肉弄出来。好，我们重新用。对啊。吃完
要做哪？刚刚动动，还是短片子少。要有人唱歌之后一定要。没错。刚刚好像有点累点。有我唱吗？有的。奶奶。来，我给他试，给他试，那烫好烫，烫烫那个烫，烫烫烫，烫。这哥哥，你这个太烫了。你好像哭了。嗯。妈妈肉肉给你吃。嗯，对，奶奶。就先让肉肉咬一咬几下。我想要研究一下我昨天吃到的那个酱。哦，昨天我们去 GB 吃 啊，真的。太厉害了。好吃。奶奶。好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。这简直。嗯，要不要？好、哦。妈哟妈哟！妈哟妈哟！等一下，好好吃，吃一吃。等一下啦。你可以不要那么急吗？急对念急。哎、欸，他自己吃完还要去丢垃圾桶。他刚去厨房是去丢垃圾，垃圾在哪？嗯。吃完了。还要吗？我想喝。反正你不要动。嗯。他哪去找妈妈？来，他哪去找妈妈？你拿着东西，我拿了。拿着那个鸡翅，要不要？嗯，因为它这个就旁边这一只就烤蛮干的。没有，本来就不能这样子。你去拿叉子好，好吧？好吧。我拿的比较好吃。叉子那个。拿拿，然后他来拿这个。没有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妈妈，这个是垃圾吗？不能在我们家的那个。那不是垃圾，那是那是洗东西用的。我是放那个，就是棉花那个，把它把它挖虫虫的。不是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哥哥喝，哥哥喝，等一下，哥哥要喝自己拿。嗯。来，哥哥喝，怀中要用小杯给他啦。好，叫怀中用。妈妈以前就有说过那个要倒两杯。一直吃两只了哎、欸。以后不要给他倒满，这样再满，三分之一不到，很满，他会乱。你看，那如果像小杯子的话，如果倒太少也是会喷出来，因为那个它的高度不够。真的、啊？他怕是不是？他不吃鸡翅，吃那个大蒜饼干。留给他们。妈妈。他们还想吃。够了。从地头上。妈妈。哦，他这如果用炸的也很好吃。我已经吃到那个，就是。用炸的。我已经吃到骨头的酸心鱼。下次来用的炸。这炸的一定会很酥脆。好，下次来试试看用炸的，好吧？今天分享到这边，柠檬鸡翅。